圆屋的象征，圆屋象征北投，就是凯达格兰族的汉斗的意思。那我们的乌娃娃非常可爱，也是我们北投的明星。接下来第二位是我们非常重量级台北市政府的代言人熊赞 ，Bravo！ 他代表着我们台北国民偶像，一只雄性台湾的黑熊，活泼大方的性格，正代表我们光阳市政的活力台北。防诈骗专线，谢谢。